咒术师怎么玩？这玩意飞了，你一个人弄啥嘞？OK，看不到啊，我要爆炸了！你到哪去了？我看我来殴你一下，快 ！Where are you？ 我在大房，我在往大房走。发消息 ，send some message， I'm coming。 Hi baby， 来，走了。好，砰砰砰！走走走走走，呼喊弹起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还砍魔？我砍了砍。蒙氏砸板，快走！哈哈哈哈哈！走了，我走。前几天发的这个排位这个赚钱小女孩的事情，今天我有看到在红薯那边每条视频上面都有她的评论，是我背刺她。 你理解背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们都不认识，又何来背刺一说？这条就更搞笑了，问我怎么还敢发视频呢？是真不怕他了，对吗？我想问你是怎么还敢评论的？本来我都不想理你的，但是你每天这样没完没了，真的很烦。首先我说一下前几天发的那个视频，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一直很不喜欢发这种挂人的视频的，很多人在下面讨论来讨论去，真的很烦。虽然说这种视频有流量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发。 所以那天我发的那个视频，我打了码，而且全程我只是在问为什么要转圈，为什么不去修机，我甚至都没有说过他是演员这两个字。换做其他人被你这样子，赛后早骂你去了吧。我赛后一个字都没有说过。换做其他人发视频，早把你 ID 挂出来了吧，我没有。评论区有人发你的ID和名字，我还给他删掉了。以前人家说我不好，我都没删。人家发你的名字，我还给他删掉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排位上你在那里不修机。 演了我，我发个视频给你打了码吐槽，没有骂过你吧？你还天天跑来评论下面骂我，你还跑去公屏上骂我，你还找别的主播挂我，牛！他在评论区说了100多条，然后评论沉下去了。他说我给他删评论，然后其他人跟他说，你自己往下看看呀，你的评论都还在呀。他好像看不到，太多乱七八糟的言语了。感兴趣的自己去翻吧。说我掐头去尾，只放他转圈的片段，不放全程。 大哥啊，说你演的不就是你转圈的时候吗？我不放你转圈，放你修机吗？说你迷惑的点就是说你转圈的时候啊，那我肯定放转圈的时候啊，好想笑啊！如果我是你，我都不会天天跑来评论区下面丢人现眼。你觉得你自己占理吗？就这个视频，我再看一遍我都气。开局准备修一站，机锁了，想转去鬼板，但是呢，看囚徒发消息，好像他要溜过去了，所以只能回到驿站等电机。 可以看到囚徒砸了两板60多秒了，他修完第一台机传过来了，然后也没问题吧？然后就突然开始转圈了。我说都没问题，哪怕你这个时候转圈也没事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过来转圈，而是去修下一台机，咱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了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了。我一开始准备把这个机让给他修，但是他也没修。囚徒这个时候溜过来了，所以我就说你不修我自己修算了。排除掉评论区说的那种他自己也玩咒术想演我，排除这个想法，哪怕就说他是粉丝。 转到这里，我都能接受了，好吧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囚徒还没死，已经很持久了，120秒，120秒。然后呢，我就去补机球手的机，机球手这个时候 OB， 小女孩在修第二台，补完了机球手的机，我就准备去修最后一台了。那我觉得这个开局打到这样，很难输了吧？哪怕是输了，那只要大家都正常玩，是吧？苏散后面找到机会，他翻盘。当然这都不说，这都是后话。但是你这电机还差半台，为什么不修啊？对得起机球手跟囚徒前面溜那么久吗？咱就是说。 但凡他们前面没有溜那么久，你这个时间不修机，机不够怎么办？哪怕前面转圈，咱们都不算了，好吧？不计较了。苏散过来打拦截，我吃一刀电击开了，当时有点懵，说实话。但是这里能展开说的细节又太多了。你说怕他没带大心脏也好，你说怕我吃个当坡救不下来也好，都行，都不说了。就当都是正常的。那这里怕囚徒跑不远，给了一个猴，然后他来追我了，被他一刀斩抽刀了。 然后呢？速散传走了，继续杀囚徒。那你要么去开门，要么摸我，是吧？是吧？正常人是这样玩吧？哪怕你刚才摇头，咱也不说了。到脸上了还不走？好，这里飞轮躲掉了，很牛逼。然后呢？牵着我，你过来干什么？ 你是有枪啊，你是有电啊，你是不是刚才那一瞬间以为你自己可以化身马尔塔，还是咒术，还是囚徒，还是机器，还是勘探，到底是谁？你到底刚刚脑海中把自己当成谁了？这时候我叫自愈，我就走了。速散不追我，那我肯定就去开门了。我真的怕的要死，我真的只想赶紧逃走。然后他还怪我跟囚徒为什么不等他。
首先大哥这是排位，咱们走一个上一分是吧，正常来说能等的我们肯定会等。大哥你玩的啥样，你在干什么，谁都摸不透你脑袋中在想什么，等你一会儿你再把我们俩给推进来了，等你。然后这里呢他坐车走了，击球手死了，但是说实话击球手溜的也很好，即使现在死了，苏珊传伞过来把小女孩带走了，小女孩这回彻底是没救了。化肥之后击球手一个人溜了很久，这一把速散的局我们打了十分钟往上，击球手后面溜了很久，我全部加速，因为已经没什么事儿可以说了，但是他溜了很久，本来应该是可以赢的一个局，就算他不能赢也无法成为你迷惑行为的借口，你还我发一个视频你就来骂一次，当然小孩子我不与你计较，但是请你点到为止。新屠夫愚人今世玩，那介绍一下什么叫射击游戏。前方有人在修机，没关系，直接一锄头扔过去，产生阴影，收回来有伤害，两个人在阴影内都有伤害，然后我们再给他一刀。他肯定要翻窗，我们这个时候预判他，扔过去，收，就是这么帅气，就是这么厉害，地下室看能不能用啊。强不强这个临街，直接扔出去一收，一刀再一收，死了。哇哇，为什么这个椅子不在里面了，为什么你还不来救啊，空姐来了。好好好，这么玩是吧，看到没，他走上去，他不走中间，那他直接被我伤害，你看我直接放魔仙彩石收，哎他出去了，气死我了。干扰一下修机，只要有阴影就会有伤害，没有阴影的时候是没伤害的。然后这个石头的阴影存在30秒，尽量放在两个阴影的中间，我们就可以生成两个区域。你看，好，这时候调向过来，直接扔有伤害，拔回又有伤害，哎，赏他一刀。那其实刚刚如果等他把先知救下来之后我们再扔再收，那先知就直接死了，没有稿子的时候不是可以用拳头打吗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时候我们蓄力扔过去，看没，收回来一下，直接两刀，除了帅无法形容，蓄力扔过去就是有伤害的。蓄到满直接死了哟，还叫自愈，还有一个技能我还没用到啊，就是他进来之后我们扔过去就有伤害，冲过去也有伤害，就是没打到这个，感觉那个冲过去给你魔仙彩石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扔过去有阴影的地方它就有伤害，然后要么就是蓄满的时候没阴影也会有伤害，死悄悄的，就是这么帅气。然后稿子扔出去的时候不能挂人，要收回来才能挂，我们这边给它生成一个阴影手势的时候，等它过去我们直接冲，二冲，然后配合摩天彩石一起使用，回收，配合摩仙彩石一起用，扔，回收。你怎么不用拳头打他，那稿子这么好用我何必用拳头。 Little baby 看在这里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射击游戏。
看我用拳头打他是吗？行，那我们就用拳头去打这个空姐。拳头，我们一招干掉他。去哪里？死亡。就是这么帅气，好好玩呢。我喜欢这个屠夫。Hey guys， 我是蒙哥，给大家做一期这个新监管鱼人金的一个技能介绍。技能呢其实非常简单，这个屠夫呢他手上自带一个矿镐，我们把矿镐扔到墙上之后呢，墙的地方就会有一片阴影，把矿镐收回来呢，这里就会发生一次坍塌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比如说墙那里现在站了一个人，我们把矿镐扔过去，他会不会受伤？答案是不会。为什么？没有生成阴影的时候扔过去是没有伤害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扔了过去，如果那里现在站了一个人，我们把镐子收回来，有没有伤害？答案是有的，只要你处于阴影中被崩塌，你就会受伤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心理学家，我们把镐子扔过去他不会掉血，但是我们收回来的时候他处在阴影中他就会掉血。现在他处于阴影中，我们扔过去他会掉血，我们收回来他也会掉血。当我们把矿镐扔在墙上插着的时候呢，我们离得远，我们可以以这个镐子为终点冲刺过去。冲刺过去之后呢，矿镐会被拔出来，拔出来的时候也会引发一次坍塌。这个冲刺呢，就类似于红蝶对着蝴蝶飞是一样的一条直线。一阶开启之后呢，我们有一块魔仙彩石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将60米内的一些墙体让它下方产生联系，都有阴影，就这个意思。只要一个地方有坍塌呢，所有的这些联系过的都会坍塌，但是它不是一瞬间的，距离越远的它传导的时间就越久。看到没，它是矿镐这里的先坍塌，然后旁边的才坍塌。开启二阶之后呢，就更简单了，当我们把扔矿镐的这个进度拉满的时候，就算没有阴影我们扔过去也会直接有伤害，对比我们临阶的时候扔过去是没有伤害的。那我们开启了二阶蓄满之后直接扔过去就会造成伤害。那么所有的技能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不是很好理解呢？总之呢，就是有阴影就有伤害，不管你是几个人，感觉是一个很好玩的屠夫。也恭喜你成为我新的最怕的监管。好了，我是蒙哥，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了解到新屠夫呢，也希望你给我一个支持，拜拜。内部内部干嘛？你睡了吗？还没。不是内部，你怎么还套着塑料袋呢？蒙哥舍不得拆。你还不睡，你想干嘛？我肚子饿了。内部，我们去湖景村吃烧烤吧。吃吃那个碳烤鱿鱼。我不要，现在核污水那么严重，不吃海鲜。好吧，那不，那我就睡觉了，关灯。但是我们可以去不归林吃红烧鹿头。我就知道，那不，快走吧。哎呀，那不，你压我头发了，谁能接动啊？太便宜了，你在干？喂，大哥，我真的无语了，我的天，他在干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你干什么？他摸了一下椅子就跑了，他甚至比小婷上次摸的还要短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真的无语了，烦死了！玩个休机位还碰到博士，小说家要白描我，他是 B 牌的，应该没事吧？以前每次玩小说家总是被坑，我真的。你干什？今天玩的又是太宰，太宰帅不帅？帅，蒙哥也很帅。好了，别跟着废话了，刚上个楼什么都没干就心跳了，不知道又是我最怕的哪个屠夫啊，躲到板子后面然后直接蒙氏砸板啊，擦眼，砸个屁了，快吓得跑路了。别过来，到底是谁啊？先逃出他的眼珠范围，我看看啊。你到底搁哪儿呢？怎么还没露出啊？速伞吗？没关系，直接跳下去，他带擦眼就是防止绕医院的，那我就不绕了，买这红光好近了，不敢出去了，直接蒙氏给你绕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别过来，蒙氏给你绕，嘿嘿，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
快出去快出去，看我贴膜防抽的。哎，防个屁了，蒙氏下摆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先上楼了。但是医院不能绕，我们上了楼之后还是下去。好了，跳下来之后看他捏不捏伞。我其他的所有队友们，麻烦你们快点休息。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，不要着急，已经安全转进废墟了，就利用这两块板。哼，你过来呀，插眼，我可不怕你。别过来，堵他头铁过板。哼，果然这个绝对不敢再头铁了，看我蒙氏回头砸板。哼，小样儿。好了，砸了一板，他插眼了，我们就能转走就转走。扔伞了，往回走。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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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、蒙氏回头砸板。哈哈哈呀、哎！快转走！哎，地窖在这儿，给队友发个消息爆点。翻窗加速，转点了！哇，前锋哥哥，没关系，前锋哥哥，你修你的，我不会干扰你的，我马上就带走，别怕。走，我们去小废墟里面绕一绕。前锋好像撞了一球，杀了杀了，变身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进到新的废墟了。树上没有带张狂，他就当不了我。哇，快下板！这个伞传的真机械呢。前锋的第三台机马上就要修好了，那么他马上就可以过来帮我 OB 了。这你打得到？好了，第三台已经修完了。前锋说站着别动，我来帮你。距离近了，我们直接贴墙躲到给大猴，然后直接去翻窗。啊！哦，我玩的是囚徒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还是咒术好玩。蒙氏被逼下厨时间，我真的不想下厨，你们非要看，那我就做饭的时候顺便拍一个好了。看一下今天晚上我吃什么，不管是蒙哥还是蒙哥还是第五人格蒙哥，都是我，有的地方改了名字，大家也要认出我哟。好了，水烧干了，我们直接倒油，猜猜我先要做什么。哇，好白的胳膊，火打小一点，不然烧太烫了。差不多油热了，就把大蒜下进去，开始敲蛋。从家里带来的土鸡蛋。什么声音？一个不够吃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打完鸡蛋之后把壳子扔掉，然后赶紧去洗手。我最讨厌做饭的时候手上黏不拉几的。好了，煎鸡蛋呢就等它差不多成型就好了，我们自己手动控制一下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翻面把这一边也煎熟。你看这个锅啊，特别好，不粘锅啊。有没有锅的广告可以找一下我啊，稍微按压一下让它成型，再翻一翻就差不多了。不用煎太熟，七八成熟就盛出来了，一会儿再用。你们猜我到底要做什么？水倒好了，开火。这个时候接了一锅水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一边砂锅里面，也打开。这个是我老妈擀的手工面，切好的，现在冻得邦邦硬。然后呢，这满满一大盆，也是我老妈给我炒过半成熟的我家的鸡，我家喂的鸡。啊，面。水好像少了一点，加点开水进去。水给少了，我没想到这一坨面放在锅里居然这么大。加了一点开水，我们用筷子稍微的分离一下。如果有北方人的话，应该吃过这种手工自己擀的面条吧，自己用面粉揉成团，然后切成面条，下到锅里呢，它表面的一些面粉呢就会散开，它就可以做成那种汤汁很浓稠的面。差不多熟了，我们加盐。其实这个面稍微有点多了，它会很吸水，就变得更浓稠。加入一点青菜和香葱，那其实它是很浓稠很香的，像秋天这种季节吃一碗就很舒服。差不多熟了，我们把鸡蛋呢倒进去。鸡蛋呢我没有煎得很焦，这种嫩嫩的配面条就很好吃。那可能一些口味比较重的就说啊，怎么这么清淡，晚上嘛还是吃清淡一点的好，它很香就对了。这边开了没？开了开了，把鸡倒进去，再加一点水吧，不然烧干了。鸡肉我还是喜欢吃炖烂一点，光吃面条其实就够了，但是呢，为了它更好吃，我还有土豆丝炒腌菜，就是上一集蒙氏下厨做的那个，还有一些卤菜啊，都是凉的。这个很辣，土豆丝炒腌菜，从小我妈给我做的，她吃什么主食都很配，不管是面条、米饭、稀饭还是馍。好了，我们先盛一点出来，稍微有一点煮久了，软一点更养胃了。给你们看一眼，一会要进我肚子了，快吃完了。
鸡肉煮开了，我们把土豆下进去。谁能拒绝一碗蒙氏砂锅土豆炖鸡呢？下好调料，就准备等它炖烂吧。哇，好烂的土豆，我喜欢。撒一点葱花，好香啊！不拍了，拍个屁了，去吃饭了，拜拜。当你看到这个红色的轮廓，没错，鹿头找不到我了。可是现在我不敢再多走一步，否则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将成为靠近死亡的台阶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那个囚徒去哪儿了？你那个位置，你那个位置可以往这边打个洞，跳楼，楼跳下来。来来来。哎，跟着我，我再打一个。来，蒙氏本子。你干嘛？过来钻洞，走，我们去那边。你谁打到我了？不是，你头上有个乌鸦。是啊，快点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回来了。人呢？你怎么又钻过去了？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可以，蒙氏反钻。嘿嘿，蒙氏反钻成功，快下来。托夫人在附近。妈呀！咋了？笑死了！蒙氏休机时间。哎，三刀姐，哦，被追着呢，那你先跑吧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追我？以为我咒术好欺负是不是？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就是猴头提款机吗？没躲掉没关系。距离不够，猴头来凑。距离不够，猴头来凑。蒙氏回头砸板。借着翻窗加速想去小木屋，但是我又怕有地窖，万一被挂在地窖那我就完了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冲了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完了，地下室果然在这儿，快翻。没关系，好在电机已经压好了，这个时候只要心里跟佣兵一起来救我就可以了。Huh?